哈利路亚，有你心满盼望，上帝祝福太大呀。今天的这个节目都是新诞的节目，新诞快乐啊！你去看呢，背后我背后安多朋友来参加喜乐，背后温的都有，他新诞树，也就条空空的树，表示嘛该哪？表示都是新诞。好呀，你是不好是你一对新单了，但是今不安该到新的节目，新单的节目，但是不就新单呢？新单都讲到上帝的爱，但是不讲到上帝的爱呢？因为上帝想起跟人类在世间里的，去想起家，去献出一个想不自家看，去爱来到世间出世，出去安到耶稣基督。死衰息时间，即使过了佢三日人后佢复发，直到每一人相信佢死了过了复发，来杀新人佢出在你哋心中你相信佢，都来杀得救一个圣经样讲到，都系在罗马书第十第十节样人讲到。啊，今日呢系来杀要开一个节目会谈啊，嗌出嚟讲上讲六种亲戚朋友家兄弟姊妹谈。上帝都按想起家都啥呀？这个想不是切实，这个想不是痛实，对于世间人，他来了世间，已经做了这个得救的路，开了条生路给弄众人。你下生财呢？这个人类呢？在世间的呢？来杀探路这个节目，探路这个土，我讲出个土，透过这个福音讲，来杀相信，来杀信任。都得救，不难咯，唔困难。一在你的人爱讲，相信耶稣系个救主，你心中你相信耶稣系个救主，系个上帝，即刻就得到一最大嘅恩典了。即刻嘅生命中，即刻嘅灵魂得救，然后即刻离开咗世间，然后嚟到世间呢啲，带即刻嘅灵魂进，披着即刻天使，披着主耶稣嘅个天使嚟带即刻到上，进到天家。哦，十分快乐，信上帝嘅人，信耶稣嘅人，十分快乐，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。我呢个祷告本兄弟姊妹，来杀都何就听一头嘅人，一个心用枪毙，一个心打开来信任佢，接受佢，而得救。在耶稣基督嘅名，我祷告，隆重听一个得到上帝嘅恩典。上帝祝福大家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